明天就是元宵节了，而今天晚上台北市一项盛大的灯会已经展开了掀起的活动。在一片鸣锣击鼓声中，第三届台北灯会彩排活动今天晚上六点钟在中正纪念堂前广场举行。今年的主灯鸿福齐天、国运昌隆的写实造型是由中华航空公司所捐赠，灯体内外透光，加上干冰和雷射灯光的效果，使得整只猴子犹如腾云驾雾一般栩栩如生。除了主灯以外，中正纪念堂四周分成的国际、传统、寺庙以及科技等四个灯区，无论是大金刚、猴年献瑞、圆山饭店的金碧辉煌，或是瑶池金母下凡，每一座灯都是栩栩如生。再加上4000多盏按照百家姓顺序排列的万家灯廊，在充满吉祥气息的猴年里显得璀璨而亮丽。